吸气，呼气，跟随呼吸的流动，活化整个脊柱。最后一组，吸气，抬头，呼气，收紧腹部。接下来伸展右臂，天空方向，呼气，从身下穿过右侧太阳穴以及右肩点地，左手绕过背后扣住右腿大腿根部，整个身体松弛下来，感受血液流回你的肩膀、颈部以及头部。